校学生代表们又到空军基地来参观，他们平时在普通学校里面读书，很少有机会看到空军的设备和一切进步的情形。今天一旦身临其境，自然要兴高采烈。空军方面宣布招待他们做空中游览，个个都欢天喜地。本来有志的青年要到天空去，阴阳万里，壮志凌空，谁不敬仰羡慕呢？大队飞机又升空表演，给学生代表们参观。多，我们三军无论是素质上、战术上、装备上，或者是训练方面、生活方面，都显示出飞跃的进步，保证了自由中国的光明前途。反攻复国不能光喊口号，要有实际的战斗行动才能够达成任务。我们三军的营门大开，欢迎热血爱国的青年们参加进来，共同奋斗，完成反共抗俄的时代使命。